全火那罗伊试试看，点燃有国舅哥也可以，可以带国舅哥。哎，这些血量是不是有点少啊？是不是有点尴尬？这血量。庸子很香啊，我们那时候不是出分析影片就说庸子一定要抽吗？那庸子那个强度根本做坏啊。像罗伊这队也要带，然后钢炼也可以带。再来是新的主角群，新的一趴大奖也需要，所以等于是你抽一张卡三队都可以带。你有跟到钢炼，然后又要抽这个新的系列，是一定要抽到庸子的。庸子的 CP 效益太高了。而且你们知道最 OP 的是什么吗？那个庸子你可以那个消整版减 CD， 而且它关掉的时候是固定的版面，欸，固定六直行的无数版面，等于是你假设你版面不好，你可以关掉再消除，你可以触发，你一样是可以触发到它减 CD 的效果。所以怎样来讲，它的那个它的强度是真的很扯的。第一次看到红哥手这么少，你要不要问问看莎娜做了什么？莎娜心狠手辣，我保底了五次，欸，是不是在哭啊？那个莎娜太扯了，那个几率。哎，星珠没跌到，这不就尴尬了？哦，他死了。天元合体血量应该有四万多，嗯。我觉得我刚才讲过了，就是那不一定是 bug。好，之后再跟大家讲好了，不然我明天再出一部影片跟你们说好了。这个七康以上，这应该可以直接手转吗？它没有量，它没有秒珠啊，没有秒数的限制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。好，我现在还被克数到了。好险有七耶，要不然就尴尬了。凶怎么走？有些人很坏，欸，有些人就说这次我要抽的其实不是庸子，是奶子。我想说你说的也没错，是没错啦。不是啊，带主角是为了这边啊，这九 combo 盾啊，所以带主角不是为了刚刚那一关，是为了这一关。石化珠那怎么办嘞？等下再说好了，先开这个。九 combo 才更需要这个主角吧？没有手枪全火，我很抱歉，但应该伤害够。天降有 feel， 当然如果你没有主角，就靠天降啊。这都有天降加成，还是可以赌一下的啦，不然就手敲九康，二选一，这可以叠吧？我记得，可以叠吗？对，可以叠。如果你会叠珠的话，但我转珠时间好像没有那么多。要叠珠的话，我是哦，还有燃烧哎，是不是在？哦，没有，这对无视燃烧，所以可以叠。极限操作的话，可以叠。哦，有叠到哈，有吗？一回合就可以叠两层，这样就有希望带着走。那这里他的血量是4000万而已，所以问题应该不大。那就直接手转好了，这个伤害应该是够的啦。跟他说拜拜，下去。那，如果你真的不太会手转叠珠的话，你就开控场龙科也可以过啊，啊，这是自己选择。这边就消除吧，直接手转，开心。我这个刚才差点忘记他在无视燃烧了。真低云，这边就这样转吧。这个回血是不是有机会不够啊？所以我们每回合都，哎，
还可以，每回合都尽量消除掉版面上面的火柱会比较好一点。燃烧会加攻击，火妖弹来混分，没有啊，王冠开会开啊，王一会开，大家别急。第六关，这里就开龙科吧，三回合挡不住啦，这个还要三回合哎、欸，哇，这么难，哎、欸，不过他是三回合减攻80%，那我直接打过去啊。反正这对伤害应该跟鬼一样，应该是没什么毛病的。我想开这个加龙科拼一波，这是地狱级啊，不磕地狱级，孔雀石。哎，好，这龙科今天比较不听话哦。很叛逆耶，龙科啊，两颗火珠哭，没差，我等一下可以炸板，是不是？这个伤害跟性又如何？我们还有还可以再打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们敢信吗？这火珠的量太扯了吧？那每次都卡火珠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是就逼我一定要抽奶啊庸子了吗？所以事实证明，你们那些在说不抽庸子的，试试看，之后每一次玩罗伊，绝对给你卡火珠，卡到你怕，是不是带庸子就没这问题了？啊，原来是抢先做球给新合作的部分啊，太扯了！我们在打的地狱姐是这样，是不是在哭？他那个也是每次都卡住，太夸张了，真的。下回合会一回合禁锢欸，怎么办？我们会死欸，下一关啊，吃石头好了，好麻烦。好冷，好不负责任的台词，怎么办啊？一差一点血量欸。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不开燃烧，然后我把龙科挤满，这也是一招可以打的。对，我应该不要开那个的。哦，很棒，这边打不死，我们再挤一回合。你、欸、看为什么？不是吧？你开玩笑吧，幸存？有这样的？你连敌方的燃烧都可以消掉？哇塞，你幸存你来问的吧？我想烧他，你却把他浇熄了，真的是让人家瞬间软掉的一只角色哎、欸。好，没事，这边我想我应该是没办法回满血了，所以就要把他带走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这群人是不是都在累啊？哇，太扯了吧！一个比一个夸张哎，直接不演哎、欸。好啦，该抽新合作了吧？对吧？不抽整天出事，抽了就没事啊，各位，绝对是这样。帮大家整理出来结果了，纯石头抽新合作才是真理。这个旧时代卡片就是会被针对，这没办法。这是官方一直以来的定律。哎，他怎么变78防御了？他变好强哦，怎么办？别怕，我们可是有龙科呢，朋友。你看，特别留的。哎，所以就这个道理来讲，其实我们刚才那个石化柱那边是不能开控场龙科的，要不然会出事。好险，我平常蛮节省的，能不开就不开，就没出事了。哎，很棒，都是雷队友。没有啊，可能是我比较晕啊，应该是我比较晕。对，不是队友雷，是我晕。这个应该就算他70%防御，我觉得应该也是没问题。我这个伤害打下去，哇！一回禁锢，手消木引，手回木珠引爆减伤，所以这边是可以消木珠的，但是。没差，他只是会引爆木珠，他没有限制你不能消木珠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没错。哇哇哇哇哇哇，这样都能打过去，太恶心了吧！这对，来喽，
准备打过去了。你看是不是这边再次的跟你讲，该抽庸子了吧？你看这没抽庸子，通关就卡卡的，他就是会更新。你抽庸子，哇，直接啪啪啪啪啪，把你压在地上打了。这就是差异，这从游戏就可以看到。魔鬼藏在细节里，魔鬼藏在魔法石里，该抽了吧？官方还不走，正面工伤实况组，是不是？觉得最好的推广就是让大家看到，没带差在哪，没带奶子就下去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哎，解完成就啦，还是可以过啊，但你没抽奶子就是痛苦，就这样。